男主题，啊不，男主角啊，你这出戏里戏份不少的呀，你看这个地方的汁。启动，坐。导演，我看这戏咱就杀青了吧。那男主角人家裹了棉被在奥迪考着试呢，回来得给他解冻解冻。女主角刚从中国飞回来，扣子都扣不上，崩了五颗呢。咱用订书机给他订起来。How dare you？ 那道具从哪？导演，你老别生气了，咱马上就到。刚才去 JP 买假发，把针没带够，回来的路上还迷了路，还好找到了警察叔叔。中国中央电视台，尊敬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好，欢迎收看由时尚领导品牌 LCS 七款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好声音》啊！2014年国际化一战到底，喝豆奶、天动力、维他奶为中维他奶精神保健品国际化一战到底加油！参与短信，然后发短信参与互动，即可获得100元老干妈代金券。感谢老干妈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二位 host 为本节目提供的酒店赞助。本节目一共有3个狩猎者和1个挑战者，只要挑战者能够答对问题，并且观众认为是正确的，那么他就可以赢得本次节目的大奖。但如果并把答出的不答出的并不正确，那么只能白白回家。关注艾尔西厨房地化宿舍一站到底，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823823，并且你可以上网下载本节目的热门单曲，由我主持人亲情献唱着歌曲才小苹果，我就是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我的小儿，好水果就是我，我就是小苹果。凌晨学校的神秘身影，夜里口中喃喃念叨的卡宝尼诺黑猫格比，是谁的华文拿了 A1， 又是什么原因让 Mrs. Lee 大呼 You Bravo？ 数学课上教室最后一排，他们又在从事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没错，就是他们，立化中学2014年度守擂者，今晚将在这个舞台上与挑战者擦出怎样的思维火花，让我们敬请期待。上知所有保险柜密码，下知宿舍有几只蟑螂，左知学挖掘机哪家强，右知中国山东找蓝翔。GPA 5.0是常数，我们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满腹经纶出口成章，独孤求败举世无双，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谢谢这组学霸组合，接下来的挑战者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知道挖掘机哪家强的请表现。我们本次在京东方厨师学院阿面厨师的分校学院了整整一整年的终极吃货。哎，话说我会做饭呢。哎，我真的好有缘呢，我会吃饭呢。吃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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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我们的表演吗？随时随地我们都唱得很响亮。教室是我们的舞台，校长是我们的麦克风，草坪是我们的舞台，树枝是我们的麦克风，宿舍是我们的舞台，家是我们的麦克风，厕所也是我们的舞台，马桶刷子是我们的麦克风。为了烘托今天的欢乐的气氛，请允许我们为大家献唱一曲。手里才没有一滴油。好的，挑战者请听题，请问起源于宋代的传统小吃冰糖葫芦是以哪种水果作为原料？我知道了，还用问吗？这肯定是冰啦！观众朋友们请举牌，那么大家的选择是正确，恭喜你答对了。下面请听第二题，在烹饪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不能够加入的一种食材是什么？是黄瓜。请举牌，观众朋友们选的是正确。看来我们的守擂者和挑战者真是不相上下呀。好，真帅，现在是你了。请问狗不理包子是中国哪个城市的风味小吃？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四川，不对，沈阳，还是不对。哦，我想起来了，狗不理。大家得的是对还是错？狗不理包子产自狗不理市，大家的选择是，恭喜您答对了。OK， 最后一题，请问人们常说的凤梨是哪一种水果？你只有20秒的时间答题，请尽快做出选择。我俩也是轰轰烈烈，是遍大江南北，没想到竟然会败给凤梨啊，不对。是真帅脚下。时间到，我宣布第一组守擂者失败。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人们常说的凤梨就是梨子呀。导演，今天盒饭是什么呀？板蓝根泡面，玉米炒葡萄，月饼炒辣椒。走。好了，恭喜挑战者先发制人打败了吃货组，您将获得由维他奶独家赞助的梅子粉一吨，同时还有男神亲笔签名哦。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哎，对了，话说起来，还有什么奖品啊？欢迎收看全宇宙收视率第一的《力化一站到底》，那么请选择下一组挑战者。何方妖孽？还不快抬起头来！起头来，头来，来！别急，还有291页 College Physics， 我就刷完第57遍了。小样儿，你弱爆了 ！College Physics 就是我写的，好没？切，看 Biology 还是我写的。好的，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挑战者请听题。负荆请罪中讲的是廉颇和哪位丞相的经典故事？荆轲。让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选择。恭喜挑战者回答正确。那么请问这道题目是给守擂者的，请问《本草纲目》这本医学著作是由哪位人撰写的呢？大哥，这李白还不符呀？傻呀，这不肯定不符吗？你确定不再更改这个杜甫这个答案吗？确定，这不是开玩笑吗？好，那我们观众们请举牌。看来学霸就是学霸，回答正确。请听下面一题，请问七大洲指的是哪七大洲？让我想想看啊，这鸡肉洲。猪肉粥、红豆粥、绿豆粥、西米粥、麦片粥，还有一个，哦，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李彦粥。
正确。好，让我们来看看本次比赛的最后一题。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请问出自哪位中国词人的作品？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不是苏轼的吗？错了。来，这位观众朋友，哦，你来说一说错在哪里，你认为正确答案是什么？显然是苏东坡呀。给这位观众点三十二个赞。所以说你答错了，正确答案是苏东坡。在本轮比赛中，恭喜天帅又以他的聪明才智战胜了守擂者，他将获得由爱尔兰厨王友情赞助的 B-Level 10 Year Silver 一份。 B-Level 导演在哪儿？也太小瞧我了是不是？我早就是学霸了，不过最近倒是有意向向学组方向发展。哎呦，算了，这个你们还是自己留着吧，还能胡强用呢。导演，导演加工资，导演加工资。好了，我们忽视这个这位选手。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本次比赛已经进入了最为激烈的赛点，此时此刻场上只剩下一组守擂者。那么申帅如果能够成功战胜这个守擂者的话，他就极有可能获得本节目的大奖。可是如果不能，那么奖品将归于守擂者。那么究竟大奖花落谁家的？相貌不平、内心风骚的我们的挑战者，到底又有怎么样过人的才智？广告之后，节目更精彩。哎，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又有广告，又有广告。啊！哎，真的是岁月催人老啊！以前洗五个小时的校服都没事儿，现在洗三个小时就腰酸背痛，校服还是黄黄的，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呀？昂体，试试这个洗衣粉，大家用了都说好，轻轻一烧就见效。小红品牌洗衣粉管用吗？小龙女牌洗衣粉，黄老师倾情推荐，购买即可送限量版 iPhone 一张，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小龙女牌，你值得拥有。各位观众，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全世界收视率第一古装武打感情综艺节目《壁画一战到底》，接下来将是我们最后一组守擂者与挑战者真帅的最后角逐，请大家捂住眼睛，是请大家擦亮眼睛，屏住呼吸，让我们期待最后的角逐吧。最后一组守擂者们，你们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放马过来吧，我们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麦霸组合。对，场地好。那么我宣布最后一轮正式开始，请选手就位，挑战者请起。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这首歌是哪首流行歌曲的歌词？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想起来了，最炫民族风。让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的选择。恭喜挑战者回答正确，太厉害了。那么请问守擂者请听题，请问由龚琳娜演唱被称为神曲的歌曲是？哎呀，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小苹果嘛。观众朋友们请举牌。回答正确，恭喜你回答正确了。那么请听下面一题，请举例出林俊杰的歌词中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作你的脸所用的修辞手法以及表达的作用。切，想当年我华文还 B4 呢，这个嘛不就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我看你的脸的时候的专注神情。哇塞，观众朋友们，恭喜挑战者再次回答正确。好，那么请听下一题，守擂者请你们做好准备，请用一首歌曲表达学生党苦逼的心情。不行，时间正在走，时间正在走。行，还有五秒。四。别，太高了。一。不能够。时间到，挑战失败。哎，看来你们还是功力不够呀。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吧。夜太美。
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粉太美，尽管再敷衍，又恨着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全面过客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都想用十倍隔绝世界。GPA 啊，我要霸占你的美。那么我宣布，本次立花以一战到底的冠军，真帅就决定是你了。云作滔滔一片潮。